疯狂的犀牛啊，成年大犀牛三吨多重，重量级的选手啊，干得漂亮。一对犀牛角啊，相当锋利。这个小犀牛刚刚出生啊，这速度有点快呀。犀牛角啊，非常有医药价值啊，所以说很多猎人呢，专门猎杀犀牛，就是为了犀牛角。现在犀牛啊，也是濒危灭绝的动物。这个小犀牛真可爱啊！这个母亲的犀牛角真大。紧紧的跟在母亲后面啊，狮群呢出现了啊，小河马很危险。这犀牛跑的也挺快。身上的皮啊，像盔甲一样，相当结实。现在狮子在消耗它的体力。这个狮子现在已经停止攻击了啊！看这样，这个犀牛啊，绝对够坚强啊！最后，狮子狩猎失败。看看这个牛角啊，真的很长啊，很有特点。世界上啊，牛角最长的牛，它就是德克萨斯长角牛啊。最长的牛啊，它这个长到了2.7米，已经打破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啊。看看这牛角，太有特点了啊。有人出200万，这个主人都没有卖。看看这牛，太有特点了。我们回到非洲草原啊，狮子大战水牛。水牛也是个暴脾气啊，一旦发现落单的狮子啊，他们就是痛下杀手啊。看一看这只狮子死定了啊。这个牛角啊很锋利，直接把狮子挑起来啊，但废了啊。这个野性十足啊。直接死去了啊。接下来我们看看狮子狩猎长颈鹿，可以看到啊，这大长腿啊，相当的迷人。绝对是练腿上活的啊，他这一蹄子下去啊，肯定踢到狮子身上那是半死啊。
狮子也轻易的不敢出手啊。他们只有合作狩猎。看看这大长腿，这踢到狮子身上啊，狮子那真是生疼啊。看这样长颈鹿也很难狩猎，善于奔跑啊。看一看啊，前踢后踹。巨型蟒蛇啊，它的绞杀力啊相当强大，一旦被它缠住就会窒息而死。看一看这个攻击性啊，速度相当快，一旦被它咬住啊，它就会用身体把对方缠住，用强大的绞杀力啊，让你窒息而死。这个蟒蛇的鳞片挺漂亮，一旦吞下猎物啊，它就行动缓慢啊，基本上动不了了。他吃东西就是整个吞下去。看看强大的绞杀力啊，轻松的拿下猎狗。看看这个猎狗啊，真不是蟒蛇的对手啊，被蟒蛇整个推下去，牛逼啊。熊的力量，看看棕熊狩猎绵羊。看看这个绵羊啊，过河很勇敢呢，直接跳下去。这个棕熊啊，已经等候多时。熊的力量啊，真是无穷啊。奔跑起来速度也很快啊。这是熊老大呀，干到羊圈里来了啊，这家伙吃的痛快啊，可以随便挑啊。看看这个狠不狠，这个熊啊，狩猎还是很成功的啊，直接拿下。接下来看看蛇狩猎鸟。
这个蛇基本上都是生吞啊，把整个小鸟吞下去。这哥们更狠啊，把其他的兄弟全推下去了。蛇类啊，主要狩猎就是鸟类，包括一些老鼠啊，包括一些小的动物啊。它们爬树很厉害的。这个吃饱喝足了啊，轻松的狩猎成功啊。